Adesso a chiudere il primo gruppo, la coppia rappresentata dalla Polonia. 好，下面出场的是波兰选手 苏列吉 和切鲁辛斯基。 温哥华冬奥会获得第18名， 第二次参加世锦赛， 前一次是去年排名第19。 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电影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波兰选手苏列吉和谢鲁辛斯基。那么这对选手的难度也不算太高，单跳，比如说他们的连跳，还有其中的一个抛跳、碾转，都是两周。而且呢，还有他们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些跳跃虽然不是很难，但是它这个它不但难，不但不够难，而且它这个 GOE 加分或者减分的情况，可能扣分的因素会比较多。可能你看不出它落冰有什么太大的失误，但是我们刚才说过，速度、高度、远度、空中姿态差，这些都是在跳跃或者抛跳当中被 GOE 扣分的因素。而且呢，像他们这个旋转不同步，这也是要被扣分的。托举很强，这个选手整个的这一套节目当中，托举能够上四级。萨霍夫三周的抛跳控制住了，虽然重心有点靠前，碾转是一个两周，而且这个接的这个质量不是特别好。再来看他的勾手两周的抛跳，这个抛跳的抛的距离很近，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。就是在最后的一个难度之前，他们编入了一个小的舞蹈托举，而且女孩也充分地展示了她的身体柔韧性。技术分不高，43.32，节目内容分也是只有40.80，这意味着她的五个小分大概都在五分左右。90.12分的自由滑成绩，总分是排名第三位，138.26。这一成绩呢，虽然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可能会排得比较靠后，但已经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滑出的双人滑最高分了。